这次呢，我们一样是做了两个大口袋在这边，然后这一次特别的是没有出别的颜色，就只有出橘跟蓝色。这一次啊，我们换的布料是比较窄一点点，但是它一样是弹力舒服的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大弹的。但是这块布料的颜色真的很漂亮，但你不用担心它不会到超级小。这边一直都是最厉害的，就是没有任何的绳子就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哦。那如果把它绑上去，当然咯，有一点腰身看起来腰更细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这一直都是剧院非常经典的斜侧大口袋，已经要正夏天了，让大家穿着比较可爱、休闲、活泼，然后亮眼一点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是出这种很可爱的鲑鱼橘。大位的部分，我觉得真的是恰到好处，因为我带三个孩子，要抱小的到大的小孩子都 OK。都不会有什么困扰跟干扰哦。这个是有点蓝色，深蓝色，蛮饱和的深蓝色，所以穿起来很白。显瘦度来说，我觉得两色差不多。显白来说，一定是白色比橘色白，但是我自己还是买了橘，因为我就是夏天想要可爱的鲑鱼橘。然后蓝色一定是很多人喜欢，因为这个穿下去就很干净、很清爽、很显白。